雁塔圣教序，唐褚遂良奉敕书，内容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太子李治撰述大唐皇帝圣教序记，唐永徽年间立，现存西安大雁塔塔座左右两侧褚遂良暮年书记，后世评美女婵娟金声玉润，堪称唐楷法帖之经典。杨明臣，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大家好，今天这一讲呢，主要是讲《圣教序》中的撇的特点和写法。这个撇和捺是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艺术风格得以体现的两个重要笔画。褚遂良艺术风格，我们称它华丽多姿、开阔疏朗。这笔画呢，很多是通过这种舒展的撇、捺配合的非常得体，形成一种疏朗开张、飘逸自然的意态，造就了和其他笔画的组合，造就了一种艺术风格。所以这个撇是个楚字当中很有特点，也很不容易掌握、很不容易学的一个笔画。褚遂良这个撇丰富多姿、坚实有力、伸缩自然、伸缩自然、富有弹性，这个撇呢，通过观察分析，我感到呢，主要有四种形态。《雁塔圣教序》中啊，它的表现形式或者它的运用形式，主要有四种形态，一种是短撇，或者叫平撇。写的短粗有力，这个或者是更短一点、飘逸一点，或者是入笔没有发力，这种形状的就短撇。那么上面这两种呢，其发力的动作基本上是向右下方发力，啊，这样的，这样的，用力的方向在哪里呢？向这个地方使劲的，到了这里，调锋向左，到了末梢。稍有稍微一点点的上扬，这是一种短撇。第二种斜撇，就是比较斜长，比较斜长，这种撇一般和捺画组合使用的。这个撇的特点是行笔，就是落笔也是向右下方发力的，这样一种形状。
但是发力并没有加力按下去，使劲的方向向右下方，但是不是按得很重，然后迅速向左，迅速向左，当中运行非常稳定，到了三分之二左右的地方要形成弧度，要有一定的弧线，轻轻向左边飘出，我叫它飘出，像飘出来一样的，这笔的用处很大，很多字像和要用它，命令的命要用它，很多地方要用它。这个笔画写好了，字容易出神采，出神采，写出飘逸的感觉，飘逸的感觉，风吹杨柳一样。再和其他笔画有急的组合，有收有缩，有放有收，那你这个字写出来就很有节奏，很有节奏。这是第二个叫写撇。第三类呢叫竖撇，就是上半部写法基本上和竖画差不多，到了下半部三分之二的左右开始向左撇出，这是在楚字当中啊一个很有特点的笔画。我是写其他经典的笔帖，欧阳柳照等等，很少遇到这种写法，所以这是啊褚遂良字里中一个独到的一种这个竖撇的一个写法。怎么呢？它上边像竖的写法一样，到中下半部的二次发力向左，这有个二次发力的动作啊，你看这么出来的，在月字好多字我看到都是用了这个笔画，你看大字它这个二次发力不明显，但在这个地方啊它形成上面比较直，到这个下半部的向左撇出，天夫还有一个第四种那撇法叫回风撇，声教里头也是有很多啊很多运用，这个撇出来啊不出风，风回过来了，写法是这样的，这也有好多地方都有运用。他那个帆就是用的这个写法，用的这个写法，选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字啊，选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字都是撇，像这两个字短撇斜撇基本都用上了，都有。先写这个灰短撇，这又一个小短撇，这又一个斜撇，复反复的复，一个小短撇，
一个斜撇。长撇，这里头啊，今天的今，今天的今，用。竖撇，天，看啊，这里头我们从字帖上也可以找到这些撇的一种啊，今天的今刚才写了啊。这个大，刚才讲的二次发力这个动作啊，竖撇，长撇，要很舒展地写出来，然后还要能控制，不能一撇出去控制不住了也不行。其实这个轿子这一撇也得有这个力量，你不撇出来它没有这种形态，没这种形态。回风撇，它这个声教里头也是有很多啊，很多运用。你看，它这个回风，它在这个风啊、这个帆呐、啊，这个很多这个都是用的这个笔画。那么这个撇呢，我们通过这四种类型，这里头有两个要点，我觉得我们要通过临帖，通过分析，通过自己的观察，两个要点应该去领会和训练掌握起来。一个是所有的撇，褚遂良的字啊，所有的撇，不管是长撇还是短撇，都有弧度。记住啊，即便是很短的撇，都有弧。你看，我随便找啊，这个“无”字头上这一点，刀字里头这么短一个撇。钳子上面这个短平撇也有一定的弧，所有的撇都有弧，不然它这个飘逸这种风格啊，它形成了通过具体的点画啊，一点一点的营造出来的，包括这些小短撇都有弧，都有弧度，弧度大小而已，大小不同而已，但没有不行，这是第一个，都得有。第二个，撇无论长短大小都有度啊，肚子的肚啊，弧和度既有
相同的地方又不是一回事。弧是一种弯，这都叫弧，但有弧不一定有度。但褚遂良这个撇呢，既有弧又有度，度形成这个撇呀，它就比较饱满圆润，即便很细也有度，有度才能丰满，才能圆润。现在有的我看到一些学生写字，把一些撇经常这么轻轻地挑出来，就这一挑没有度，不会写度，或者没有认识到这个度在撇中的重要性，以至于写的撇出现很多鼠尾，就是老鼠尾巴，开始有个发力突然尖下来了，这个突然尖下来，你这个字就没有厚度了，这个笔画，这笔画就不好。你像这个巷子里头好多个撇，这每个撇既有形态的不同，又有我刚才说那个既有弧又有度，包括这个，我再写一下啊，体会我说这两个要点。你看这个像啊，第一笔弧和度都有，这又一个撇，这里头两个小短撇，像你看这个赋，这个小短撇，这是弧和度。这是我们学习褚字这个撇呀，要好好领会和学到手的一个笔画。下面要结合字帖上临一块字，找一部分帖撇画比较集中的，找一面，就这面吧。其实在书写的过程中，我们前面讲过的横画竖画，现在讲的撇都可以通过看我临这些字啊，
来回顾和体会。这撇那么细，它也是有度有弧。就是刚才讲到这个长撇，看这个金字，眼子这一笔还是那个竖撇的写法，尽管它这么短，thank you.
写一行吧。这里头还有几个撇，主要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这讲呢，我们主要是讲的撇画在《雁塔圣教序》中的一些运用，啊，讲了这个撇画在雁塔中的四种形态，那个短撇、斜撇、啊竖撇、回锋撇，啊以及它的书写的一些要领，啊我们。掌握这个学习掌握楚字要掌握的两个要点，一个要有弧，一个要有度，啊这是两个关键，这一讲我要啊给大家介绍的，或者说给大家传授的一个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写不出这两个东西啊，想把这个雁塔圣教序的撇画写好，那是做不到的。那个下一讲呢，这个讲捺画，因为捺画是和撇画的一个配合使用的，啊，下一讲接着讲捺画。这个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